喂，媳妇儿啊，你咋还要打电话呀？那个飞机晚点了，我刚到酒店门口。你怎么一个人啊？啊，就我自己，公司特别重视我，完了安排我自己出差开会呢。行，你到房间马上跟我视频。你放心吧，我到房间就给你视频啊，么么么么么。打完了。啊。这跟媳妇感情真好，这到地方了就先打电话汇报，么么么么么呀！你不知道，我媳妇那个人啊，小心眼儿，她要知道公司安排我和一个女同志出差开会啊，她肯定给我急眼，我没敢告诉她。女人嘛，我理解哥，她这是也是关心你的一种表现。你这么的，我给嫂子打个电话，我跟她解释一下。你别打，我刚说我没告诉她，你给她打电话，怎么的？我过得好，你来气是咋的？我挺高兴，我没有，哥，我挺高兴。行了，高兴就好，咱俩赶紧办理入住吧，我还得跟我媳妇视频呢。啊，你好，欢迎光临常来酒店。你好。预定的房间麻烦帮着办理一下。好的，预定人姓名。姓高，订了两个单人间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帮您查一下。好的。哟，您就是高先生啊？你怎么才来呀？这跟你预定时间晚了3个多小时。太不好意思了，我们飞机晚点了。这你们这电话呀，打也打不通啊。飞机上面手机关机了。这多亏我在这儿呢。你看这兄弟多好，多亏他在这儿呢。要不这房间呢还给你们留着呢。不是，什么意思？我给卖了。你给卖了？对呀，你们不是过来取消预定的吗？什么取消预定啊？我取消预定打电话不就取消了吗？我还来这儿干啥呀？那赶快打电话吧，快点，赶紧打电话。我打什么电话？我打电话呀？我俩就是来办理入住的。你哥，你这么的，你也不用吵吵，他也不用喊。我来说，小伙子，你长得真精神。啊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咱们酒店还有房间吗？啊，有的。你看哥，人家还有房间呢，你吵吵啥呀？那这样啊，小伙子，你再帮我们开2个单人间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就剩一间大床房了。你再说一遍。一间大床房。就剩一间大床房，咱俩怎么住？咱俩订了2个单人间，你看看给我腾间大床房，一间大床房咱俩怎么住？你还不理我呢？什么？我来吧。我们俩是同事，就剩一间大床房了，要还是不要吧？一间大床房，咱俩住不了，怎么要一间大床房？咱俩要不就两间单人间？你要？我一会儿啊，把行李放在房间里，跟我媳妇视个频，然后我出去啊，找个澡堂对付一宿。你今天晚上在这住。啊，哥，那你看这样你多委屈啊。没事，我委屈点没事。行，那你就只能这样了。行。别说话啊，我媳妇来电话了，去。喂，媳妇儿。你怎么还不好视频呢？那什么，酒店的前台呀，业务能力太差了，到现在还没给我办完呢。啊，麻烦您二位出示一下身份证。您二位，你不是我就你自己吗？啊，这个您二位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是02位。这人太多了，哎，别挤我呀，哎，别挤我呀，那什么，你看这人太多了，我在这等位呢。02位到我啊，媳妇儿你别着急啊，一会儿到房间我就给你视频啊，么。赶紧给我办理。好的。高海龙，哎妈，这外地怎么还能碰着熟人呢？这要知道我俩开一间房，还解释不清了呢。高海龙。谁是高海龙啊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认错人了，你长得太像我一个同学了。高海龙先生，您的身份证。这不高海龙吗？你给我俩装啥玩意儿啊？你咋的，不认我这老同学了？常来。咋不认识你呢，老同学？你看我都转过去了，咋把我认出来的？你这话说的，我从小学到初中在你身后坐了9年，你刚才不照顾那一下啊，我都没敢认你。你看看啊，原来一样，一点不显老啊。
我要知道我转过去你能认出来，我就正面对着你了。那什么，你咋在这儿呢？啊，这不是吗？常来酒店，我开的。啊，这么个常来呀、啊！我说这酒店这名起的。店我都开好了，咱上楼吧。嫂子，不是。不是什么玩意儿，不是嫂子，咱俩没见过，第一次见，我这么的，不是，不多说了，你俩结婚我没去上，但这礼钱来，我必须得补上来，拿拿拿，哎，不用不用，什么别撕呗，不是给你的，不是，这衣服不收好了，你看，这钱我拿着不太合适吧？行啊，老高，我这一看在家你管钱呢，比我强多了。不是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俩呀是同事，啊，同事啊，嗯，同事能在一起就更不容易了。你看，这还有共同语言，没事出差啥的还能在一起。你这工作服穿的跟情侣装似的，多好啊，老高啊，让人羡慕了。行了行了，我也不跟你解释了啊。那啥，既然酒店是你开的啊，我求你个事儿，我们俩飞机晚点了，订了两个单人间。哎，行了，你不用说了。那个小飞。你好，老板。你给我同学他们开的什么房间啊？啊，他们二位开的是一间大床房。胡闹！怎么能开这个房间呢？对呀，我俩不能睡大床房啊。就是。赶紧给我退了，赶紧退，换成我预留那个蜜月套房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那什么，错了错了，不要蜜月套房，不要蜜月套房。哎呀，你跟我客气什么玩意儿？你瞎客气。不是，要我说你俩你别着急走，在这多住几天呗，随便住，不行回家把东西拿过来，在这过，行不行？你这么的。老高啊，我就不跟你俩客气了，我那边还有一帮朋友，我过去招待一下。啊，小飞招呼好啊。哼，呀，别管了，赶紧呐，办理吧，我还得跟我媳妇视频呢。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。分手一年了，我怎么能在这儿遇见他呢？也不知道他还恨不恨我呀。你是怎样的孤独？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听说你到处跟人说我死了。啊，我没有啊，我不是我说的。我女朋友。哎哎呀，啊啊，是吗？你还是一个人呢？我啊，哎，我不是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是两个人，我们两个人一起来的。带爸爸出来旅游，叔叔你好。哎，不是谁家孩子这么懂事儿？不是叔叔，这是老公。啊，呀，这老公长得真像老公公。不是，不是什么老公老公公的，什么？高哥，这是我前男友，你现在装一下我老公啊。老公，啊，明白了，啊，我是他前男友。啊，不是，老公。啊，我是他老公。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，哎呦，不是，我俩特别恩爱，你知道吗？怎么着？哎，你看，行，看来我们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啊。嗯。宝贝，人家脚好痛痛哦，你背人家好不好嘛？来来，上来吧，来。妈呀，老公，我中风了，动不了了，快点抱我。不是，中风还抱啥呀？抱120吧。他这是要讹你，咱俩赶紧撤吧。是啊，这一年不见咋病成这样呢？起来吧，人都走了。谢谢你啊哥，谢谢大爷。不用，我媳妇电话。喂，媳妇儿。丽丽。哎呀，老公我又疯了。大哥，之前我对琳琳不好，现在有你照顾她我就放心了啊。看到你们这么恩爱，我感到高兴，祝你们幸福，再见。媳妇儿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高先生，您和您爱人的蜜月套房已经为您办理好了。媳妇儿，
你这房卡送的也太是时候了。啊，谢谢您的夸奖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哎呀，那个哥，你看嫂子是不是生气了？你是不是应该先下去？累了累了吧，哥，累了吧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怪我了，哥，太对不起。不怪你，这个事儿我有责任。你说公司安排咱们两个出差开会是一件多么正常的事儿？那你都知道正常，你就跟嫂子实话实说。我不是怕她小心眼儿，不敢告诉她吗？现在我也想明白了，我怕啥呀？啊，我行得正坐得端，我脚歪不怕鞋正，我怕啥呀？哎，哥，那是鞋正不怕脚歪呀，那不一样吗？行了，走。这就是我们酒店的大堂啊！哎，刚好，我们这有一对新入住的新婚夫妇，我们采访一下他们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来，老高啊，那个媒体采访，帮我说点好话啊！咱俩可不认识啊！来来来，这边请，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先生你好，别拍别拍，哥，别等他问你，我来跟他说，今天的事我有责任，听我说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和这位高先生，我们两个是同事关系，我们来到这是为了工作的，是为了明天开会的。是，但是我呢是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，我的手机号码是13998344。别说了，拿过来。我说，媳妇儿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这个视频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公司呢派我和小万我们两个人来出差开会，怕你小心眼儿没敢告诉你，我跟你道歉，也请你能够原谅我。夫妻之间呢应该多一些信任，多一些理解，少一些猜疑。小万呢，这个房间你睡吧，我出外边对付一宿，我还得给我媳妇视频呢。哎，高哥，你看咋还走了？咱俩换个酒店住不就行了吗？哎呦我天哪！笑笑什么玩意儿啊？那整傻逼了！哎，老板，你看是不是这么个账？我们有一间蜜月套房，有一间大床房，这两间房间够啊！他俩还跑了，你瞅瞅！哎呀，可不是咋的，老公，你回来，我这房间够。Go! Go!